我的座右铭是利他之心待客如亲，以利他人的心意来制作每一份的料理，把客人都当作像亲人一般来款待他们。所谓的感动服务方程式哦，有没有最简单的一个公式可以告诉大家？对，我觉得服务的目的不是让客户满意，而是能够我们叫待客如亲，像亲人一样，当作像你的亲人。其实这样子你才能够做真正的感动服务。所以我们在选用这些食材的时候，我都会告诉他们，如果是你的爸爸妈妈要来用餐，我们应该就会把最好的一个东西呈现出来。不要计较，因为把客人也当作像我们的这家人一样来对待他们。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感动服务，不是你刻意去做了很多事情来让他发现你做得很好，而是这种我们为他着想，然后在料理上每一件事情能够做到好像对待亲人一样，是这样。